这个你去你看这个是他们那种绰号手榴弹，然后可以粘在人家的衣服上面，有没有？然后这应该是咸丰草的那个花萼吧，我猜，不知道正不正确，有一点忘了。这是咸丰草是吗？等一下再 Google 看看。好，你手上已经有两个了。然后这里蝴蝶很多。然后对面是那个鸟，对吧？是那个红树林，对面是红树林。那我们找一点这个武器。哎，粘在你裤子上了，你看粘在你裤子上，你看粘在你裤子上，我100分掉下去了，你把它弄起来。然后这个，哎你哎这里，这包是什么虫？你看，不是，你看这只啊，它是什么？蜜蜂吗？刚刚对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啊，在我看到，在这里。刚刚是毛毛虫，然后这只不知道是什么。